根据美国媒体福斯新闻的消息指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曾经接受拜登四子杭特的邀请密会。苹果日报报道指出，福斯新闻取得到的国务院电邮记录显示，杭特曾于2015年发电邮给布林肯。当时杭特是乌克兰布瑞斯马天然气集团的董事，布林肯是副国务卿。布林肯跟杭特的会面引发了两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以及强森的关切。两人在2019年11月致函给现任国务卿蓬佩奥，要求披露布林肯跟杭特的会面记录跟相关的资讯。自由时报引述报道指出，这两次密会邀约其中一次因为拜登长子波伊并未取消。波伊病逝之后，布林肯跟杭特终于在该年7月见面。不过知情人士表示，两人并没有讨论过布瑞斯马集团的问题，也表示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拜登主导美国跟乌克兰的事务，借此向对方施压，要求解雇正在调查自己的检察官。而如今被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布林肯也被质疑有所关联，未来在国会任命听证会上，共和党人士将拷问他跟杭特的关系。有分析认为，布林肯如果可以顺利地担任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应该可以帮助美国跟盟友来建立联系，重建美国跟海外盟友合作关系的承诺。据韩网报道，布林肯曾经在4月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要采取行动跟中国来接触，要多参与国际组织，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不过日前也有消息传出，在拜登公布第一波内阁名单前后，华府一家疑似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神秘战略顾问公司开始引发外界的关注。这一家由布林肯担任共同创办人的顾问公司，俨然是拜登内阁团队的预备班。根据自由时报报道，被拜登提名为首位女性国家情报首长的海恩斯也曾经担任该公司的负责人。拜登交接团队高级顾问、前国务院发言人沙奇也曾经任职在该公司。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引述了专家的分析指出，拜登启用的大批在华府私人商业领域游走的前朝老臣虽然没有触发，不过在人事道德规范上面难以让外界信服。美国大选结果已经公布，民主党拜登即将入主白宫。目前他已经开始寻找执政团队。路透社指出，拜登有意提名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顾问、女性美籍华人凯撒琳来担任贸易沙皇之称的美国贸易代表一职。如果落实的话，拜登将用华裔女将来领衔打中美贸易战。综合媒体报道，身为律师的凯撒琳是美国华人移民的后代，在华盛顿特区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跟哈佛大学，可以说流利的普通话，曾经在广州教授大学英语两年。2011年到2014年，他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管中国贸易执法工作，在世界贸易组织范围之内处理了多宗涉及贸易违规的诉讼。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在回复路透的询问时表示，凯撒琳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合格的候选人之一。报道指出，美国贸易代表是一个关键的职位，对外必须要负责与其他经济体来谈判贸易，保障美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对内则有份参与创造就业机会，因此有贸易沙皇的称号。拜登先前承诺将推翻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跟盟友来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这也使得美国贸易代表一职更具关键性。值得注意的是，凯撒琳在今年8月提出不同于现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发起关税战的策略。他认为川普政府的关税行动基本上是防御性的，美国需要更好的攻势，而进攻的做法是能够厘清美国本身要做什么，并使工人、产业及盟友可以更快、更灵活、跳得更高、竞争更激烈。先前东森新闻指出，根据 CNN 的消息，之前参加过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杨安泽可能将会出任拜登政府的商务部长一职。杨安泽的父亲来自于台湾，他是美国史上第二位宣布参选总统的华裔。参选时的理念主打全民基本收入，竞选口号是让美国更加努力的思考。虽然他本人跟竞选团队里面许多人之前并没有政治经验，但是他一度受到极高的关注，也拥有了一群自称洋帮的支持者。
台湾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日前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秘密会议质询时，提及曾经接获民众的检举，台湾调查局南部机动工作站员工在聚餐聊天时闲聊，如果中共真的打过来的话怎么办？在场一名干员立即回应，那就投降啊。尽管调查局随后大动作的南下调查，不过却表示查无证据。根据中时电子报报道，调查局督察处南下高雄小港的南基站约谈数十人，但是没有人承认说过此话。此举也引发了调查局基层员工的满腹怨气，指出高层竟然因为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假消息就大动作的搜查，就算有说也只是一般的闲聊，难道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了吗？对此，赵天麟25号表示，他在接获检举人爆料之后，与秘密会议中咨询此事，调查局当时回应会做了解，不过他尚未收到调查结果的回复。根据苹果日报报道，赵天麟表示，现在台湾处于内忧外患之际，第一线守护台湾的公务员跟军人们目力为功，而且皆展现出刚强的意志，情报人员当然也不例外。他特别提到，多数的情报人员都非常的忠于国家跟专业。不过他也表示，调查局干部出现投降之说，就算只是开玩笑也不能够等而闲之，因为这就是心态的问题。表示有极少数意志不坚的主管并不适合担任现在的职务。他强调，并非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所以才透过了秘密会议来进行质询。提出来的本意并不是希望做出惩处，而是以个案来提醒。因为台湾仍然属于战争威胁的处境，讲话虽然是言论自由，但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国家情报单位的人员，有一些言论是不可以也不应该说出来的。台湾调查局近日来频频出包，日前才刚因去年底遗失 6.5 公斤安非他命的毒品证物，却长期隐匿一事进行开闸。这个案件遭到外界质疑吃案一年，调查局官员表示，待调查厘清事实之后，将依调查的结果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跟行政的责任，绝不看待。中央社报道指出，台湾调查局官员透露，因为疫情的影响，毒品走私困难，价格飙涨。安非他命 6.5 公斤以大盘的价格来计算的话，价值超过了新台币500万元。201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30周年前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经跟 BBC 表示，她不是北京手中的玩偶。那些批评他是依靠亲北京势力才会赢得选举的说法，完全忽略了他在过去36年来为香港人民做的事。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林郑在11月25号所做的施政报告里面，彻底的打脸了三年前的自己。综合法广跟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先前押后宣布的2020香港施政报告终于在本月25号公布，但其论调措施普遍均不离中国大陆。报告前言就以砥砺前行破题，第三章则以不忘初心为章节的题目。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正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年来的一句口号。至于在宣读施政报告的过程当中，林郑不时地强调中央全力的支持，又称赞中国大陆在严控疫情的努力下，经济已经快速地反弹，并指中央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而香港也更好地融入到了国家的发展大局。在经济政策方面，林郑提出以大湾区发展为切入点，积极地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参与者跟国际循环的促成者，可以说是配合习近平双循环的发展战略。林郑的种种口吻被质疑是否要跟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此外，这次的施政报告更有独立章节，并花了大约20页来谈及一国两制，但是林郑的思路跟解释已经很难见到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司法独立的影子，它已经成为北京中央政府忠实的走卒。值得注意的是，林郑月娥说，基本法赋予行政长官有双首长的职能，表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既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的首长，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着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对此，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表示，基本法绝对没有这样的安排。他批评这是林郑月娥一厢情愿的渐渐解读、自说自话。科大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陈明则解释，双首长一职意味着行政长官作为香港政府的首长要对香港人来负责，而同时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也必须要向中央来负责。他认为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强调双首长的职能，一方面是想要向中央来效忠，另一方面则是想要警告香港人，港府将会越来越强调一国的利益。